东西我就给你了，我还有急事，先走了，你慢慢看。哎哎，你喝口茶再走嘛。不了不了。袁婉儿，兄弟们，我们换下一家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客官，不好意思，这位请，这位请，真对不住了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哎哎，袁姐，一会儿我姐夫来找我，你就说我不在。怎么了，袁姐？袁婉儿，哎，你给我出来！袁姐她不在。对啊，她不在。不可能！哎哎哎，跟你说了不在吗？就不在吗？干嘛啊你？呀，哎，想硬闯是吧？进去！你要再胡闹，我可曝光了啊！我看你敢！哎，她不在。顾人家刚走，你看我敢不敢？哎呦我。袁婉儿，你给我等着！出来吧，人都已经走了。好险，好险！走走走。嗯。他非要说我落马之前抢了他一份房契。可是我屋里屋外都找遍了也没找着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份假的骗他。你是说郑路曾给你买过一处私宅？才不是呢，他说了这房契与我无关的。与你无关，那和谁有关啊？那我怎么知道呀，反正以前的事情根本就不是我做的呀。哼，你不过是死而复生，罪恶从善罢了。啊，老天爷，冤都冤死了。哎，你就不要再教训我了，你快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晾着他，不理睬。那怎么行呢？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这房契必定是不可见人之物，他做贼心虚，只要你握着房契一天，他便会投鼠忌器，不敢胡来。那以后呢？我帮你解决。真的？真的。白一鸣，任婉儿。你怎么总是那么不知廉耻啊？